水域怪兽为什么聚在那颗悬浮的白色晶体下方？在探索了整片水域，却忽略了这座岛屿。暴龙，很可能是暴龙。我们确定是普通怪兽，短时间内蜕变为王级。罗峰，你这是在跟谁说话？ 我今天就代替你们馆主，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淡淡的白色光晕，而且带着一股迷香。生物牙晶。